萨利卡，第三次 ，Lisa 拉卡，你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年25岁，身高157公分，体重44公斤，三围3、12、23、34。我的兴趣呢就是唱歌跳舞，大学、高中的时候就是跳舞，热舞社出身的。泰国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来台湾大概多久了？来台湾，对台湾的印象大概是什么？大概讲一下。嗯，来台湾12年，台湾对我的印象就是步伐很快，很急，很忙，中规中矩，上班族，早九晚六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上班族。对。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？最主要就是上班族，是做游戏公司的，做一些泰文翻译。你翻译的话，通常都是类似什么样类型的翻译工作？在公司就是主要就是做文案的翻译。那如果就是有空的话，可能就是会接外面的接 case 的那种的泰文的翻译这样子，像是警察局的那个通译。警察局的翻译的话，那主要是会翻译到哪些项目？警察抓到就是来台湾做非法一个工作，大部分就是接到的都是性交易的，就是违反的这样子。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专业的翻译吗？就是很直接的白话，他问那个嫌疑人说，就是你一个小时多少钱？那一个小时里面做什么？因为都讲得很白话，他也都会直接讲说，哦，一个小时里面我就是做全套啊、半套啊什么之类的。全套半套的泰文的是要怎么样使用呢？全套泰文的讲法就是 sex。这个、所谓的 sex 就是跟英文的 sex 是一样的意思。那如果半套的话，那半套警察会直接问说你是用手呢，还是用嘴巴？如果是手的话的泰文的话是摸，就是手，然后嘴巴的话就是把就是嘴巴这样子。你在台湾那么久啊，那你自己还有交过泰国的男朋友吗？嗯，有交过一人，有交过一个。那台湾的呢？台湾有交过蛮多个，就是3、4、5个应该有。我觉得差异最大的是什么？泰国男生就是很体贴，照顾你的就是所有细节这样子。那台湾男生有可能就是会粗心大意一点，可能就是神经比较大条，知道你在生气，可是你就是在旁边。就是默默不讲话，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男生的通病，可能他们会觉得说，哦，女生生气啊，我就在旁边不讲话这样。那我其实也蛮想知道说，如果泰国女生啊，她会如何跟男朋友撒娇？因为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位特别嘉宾，她可以就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有请司机大哥。Yeah！OK， 那为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就你是如何跟男生撒娇呢？不要生气啦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再一次。啊，不要生气啦。好吧。就是差不多这样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个人本身就是我比较偏凶的女生，而且我不太会撒娇。那你示范怎么凶她？很快。你在干嘛？跟来宾聊天啊。什么来宾？我看是女生哎、欸。就这次的客户啊。少来啦，少在那边跟我讲那些，我不想听啊。那不要听啊。好啊，那不要听啊，都不要讲啊。不要这样。都不要讲，对。开始就是可能就是要先暖身，这两条都是筋，所以我们会先就是压。要用身体的力量去压，这样子还可以吗？这是肩颈的部分。腿部呢？腿部吗？腿部就是一样，就是用手。他可能会比较痛，觉得。对。就是。没关系，你就用你真正的是让人家要舒缓那种筋骨的方式帮他按。哦。所以你都知道哪些穴位，然后是哪些不是因为干嘛呢？哦，大概，对对对。哦，这我在做效果。
我是看我妈妈这样，只是暖身。啊这是小腿表示站很久，很紧绷。OK， 实际大哥，这样你觉得如何？舒服吗？你舒缓到吗？我可以再站三天三夜。你可以再站，可以站三天三夜。好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我的话，可以欢迎 follow 我的 IG LISA_C。然后想要了解我们的频道正妹老司机的话，欢迎订阅哦，小铃铛按起来，这里。